老板。Hello。你这里有，我不跟你要钱也不要饭，你这里有中华文化的书有没有？画一本。画一本。对呀、啊，画一个书。画一个书啊。嗯。我这五字天书，你看当时那个。就是唐僧取经的时候留下的。哎呀，拿来让我看看吧。你看看，你这看不看不？嗯。是唐僧取经的时候，他把这个五字天书放到我这一本。啊、真是的。啊，那他真五字天书 你也看不懂。哎。看不懂，本来想给你的，你又看不懂，怎么弄啊？看看。你就看看我吧，我就是一本书。啊。我是书怪。我阅人无数。哎。你不打自招，我一看你不是，我就是一本书。你不是黑山老妖，你就是梁山李逵。对啊，你是想看什么武打书啊，还是那个就是那个老子啊、孔子啊这类的教育人的书？你想看啥的，我都可以给你表现出来。嗯、我这样吧，我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游遍地球，哦，世界各国的知识弄来，我弄到你游遍篮球了没有？篮球里已经过了没有？什么球都要游，足球啊，排球都全都给他游，再去游地球。对。游个地球仪差不多，别管他什么情况，都要跟他游一游。哎呀，你弄这个，你拿一下灯笼是能上来？太棒了，太棒！你们两个不是老乡吗？哎，我们是老乡啊，焦老师。我非常自豪的跟大家讲，这就是我的老乡，来横漂18年。